风塌是一个奇迹，他被诊断患上一种很罕见的血癌。他很喜欢舞狮，可能是凭着舞狮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才有机会活了下来。海凤，朋友，他们有呢？是，一家是美丽。我叫 Celine， 今年38岁，我有4个宝贝，这个是我的第3个宝贝，他叫文凯峰，今年10岁。凯峰在2011年的时候发现到他身体有血癌，他的血癌是一种比较 rare 的，叫做 GMML，GMML 是一定要换骨髓，也不能做化疗来治疗全部东西。那时候我刚好也是怀了我的小女儿。医生就跟我讲说，我们可以用她的脐带血来帮凯峰，因为妹妹的脐带血，所以凯峰的血压就好了。You think your sister is a hero to you, savior to you? No, mommy. 进行了脐带血移植，我们就以为她没事了。在2014年3月的时候，就发觉到她的血癌复发了，她的那个 leukemia 消炸的骨髓已经有差不多80%了。简单来说，也可能会剩也不超过6个月的命。9月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他 的第二个骨髓移植，而且是用我的 stem cells 啦。我们等了差不多2个礼拜，医生就跟我们讲有好的消息，他的 leukemia cells 全部不在了，凯峰的血压好了。讲到舞狮的话，也是跟他一起在这个疗程中一起成长。可能他就是觉得舞狮是一个很好的精神给他，每一次要进行很辛苦的疗程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练舞狮也没有这么容易，你可以这样辛苦的挨跳，然后以后你学舞狮就没有问题了。凯峰就会每次看着我就OK 好，没问题。嗯哼，凯峰，你有什么梦想？你要跟伟良来演单词，为什么？我跟伟良会翻译。伟良一起来翻译。我小时候呢，以为舞狮只是一样玩具，可是我没有想到呢，舞狮竟然可以成为呢，维系一个人，让一个人生命坚持下去的一个推动力。Hello, this is for you. 来了吗？哎，这是给孩子们的。Okay. How many lanterns do you have? Can you show me? Okay. 这是他的宝藏。So. 看一下宝物。This one my one. This one is your one? No. Wow, that's a lot of Legos you have, huh? I give you Wei Liang for one day, you give me one box of this. No, 1 year. What? 1 year for one box? You really like Wei Liang a lot, huh? Really, huh? Okay, I have an idea. Mama, let Mama. Because I think just him and Wei Liang the meaning. What about if you guys line dance together and then you perform in front of your classmates? Can, huh? Can or not? Can.Can ah? You won't be shy ah? You okay one ah? You say one ah? Yeah. Then what if no William? I perform with you okay or not? No. What? Why? No. I can learn dance also, you know? No. So must be William, then you perform. No William, you don't perform. 看来一定是要有 William 出来。好，现在就是要找我们店的主角伟良。听说他今天有一个活动的主持。伟良真的是很忙很忙。什么问题呢？我现在手上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男孩，你说这个小男孩的心愿就是要跟你一起读诗。嗯，以你现在的实践来做的话，你觉得 OK 吗？你要跟我讲说是什么时候？嗯，因为我现在时间也没有办法由我自己安排。嗯，因为现在都是准备我们月底要开拍这样子。OK， 对。他梦想真是很重要的嘞，你一定要可以嘞。OK， 我 OK， 我可以答应的，就是我会尽量安排。OK， 时间上如果有办法配合的话，我绝对不会缺席。听到伟良说他会尽量，我就放心了。我一定会尽力，我一定会尽力，一定会。OK， 好。OK，thank you。今天我们跟凯峰的妈妈串通好，骗他来这个公园这边，讲让我妈去玩水。Do you know where are we going today? I don't know. 事实上，我要带他去一个神秘地点。来 ，Who introduced you, Alan? Maybe 爷爷 ，because every time 爷爷
Chinese New Year. Yeah, every Chinese New Year got lion dance come. What else? What else do you like other than lion dance? I know you like Rambo. Then have you tried to get into one before? Sit in one before? Okay. Are you ready? Let's go! Wow. Okay, your 师兄师姐. Are you here to see your dance? No. So,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准备学校表演嘛，对不对？ So, 凯峰想要参与，可以吗？你怕辛苦吗？不怕。来，我讲，你来，轻轻的往前一点，对。刚才我们在练扎马步的时候，凯峰就哭了。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跟那么多哥哥姐姐一起练习，所以他有一点被吓到。喜不喜欢这个礼物？你们要不要试试来？你怕不怕？很开心，也很感恩，终于有师傅去教他，他也了解学舞狮也没有这么容易。我只是希望他不要放弃，我要做就一直坚决地做下去。哇哇，穿得这么好看啊！ Prepare another surprise for you to encourage you for today's performance. Guess what is it?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huh?Are you ready?Welcome. Okay, you want to say hi to all the Coco? You want to see who is behind? Lionhead. You shy, huh? Are you? You surprised me. 骗他说我们要去练习，其实是已经把伟良藏在其中一只狮头。我记得他看到伟良的时候，那个眼神是告诉你说，我就猜到你们在骗我，好吗？是啊，又有来了。他并不是看到伟良不开心，而是其实他已经对那个东西有期待了。在当我看到凯峰之后，然后跟他接触之后啊，我发现其实他对舞狮的认识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小孩子真的很喜欢舞狮。谢谢。加油！凯峰，我们一起做一个加油好吗？哇！拜拜！你们加油，你们自己来。你真是我的兄弟。今天终于他可以跟舞狮团一起表演舞狮，真的是实现了他的梦想。完成这个梦想最大的满足感是可以把凯峰那份坚持传播给其他的癌症病童们，从他的身上觉得既然凯峰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凯峰让我看到只要坚持念什么东西就可以，你们讲说是我帮他完成梦想，但是他也帮我上了一堂很宝贵的一课。如今九斤三十，我们一起坚持地走下去 ，OK， 耶、yeah. yeah. ，